家好，我叫瓦利亚，现在在莫斯科大学学习，今年上二年级。我学汉语3年了，我太喜欢汉语了，虽然很难学，但我就是喜欢。我喜欢写汉字，喜欢听录音，更喜欢读课文。我妈妈是俄语老师，她非常喜欢中国作家鲁迅。我觉得我学汉语的时候心很静，时间过得很快。我还画过国画呢，我画了一幅国画，看，这是我画的。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太难学了，欢迎中国人来俄罗斯旅游，了解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人。你们觉得我的汉语说得怎么样？谢谢各位听我的介绍。